一组中国科学家表示，他们已经发现并且正在测试一种可能会杀死癌细胞的病毒。一种病毒可能会被用来杀死癌细胞，但是不会伤害正常的细胞。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，这种被称为 M1 的病毒是从中国南方海南的一种名叫做富蚊的蚊上面提取。这种病毒曾经被用来防止肝、膀胱、结肠和直肠癌癌细胞的生长，到目前为止只是在老鼠的身上试验过。中国官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星期四报道说，科学家计划下个星期开始在猴子身上测试这种病毒。发现这种病毒功效的课题组是中山大学医学院颜光美教授领导。